大家好，我是老朱，做律师。今天我用铜锤浇筑铜锤，俺用的。箱一做好，马上就浇筑铜锤，你们看结果吧。好了，这是可以老早到那铜，做饭锁，也磨了了，也泡了光了，今天就可以用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咱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